你看那个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！搞错了，再来。对，这泡泡对鞋子、对皮肤啊，它是没有伤害的。就这么洗啊，你看，我们就这么洗刷刷、洗刷刷，从上面我们往上面刷，刷走我们鞋子泥巴。这个叫泡泡清洁剂，洗鞋子它不湿鞋子的，洗完的鞋子它不会变黄，它也不会掉色。洗完的鞋子啊，它马上它就可以穿，很快的，大姐啊，1分钟60秒，我们轻轻松松这鞋子就刷好了。你看，来，刷完之后呢，找条干净的毛巾过来，或者抹布过来啊，把它多余的泡泡把它抹走。你看鞋子就变样子了，大姐，你看来，1、2、3，你看，来抹呀，你看鞋子是不是就变样子了？来，你看那啊，大姐，那纸拿出来，你看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，这擦过了就没擦了啊，可以吧？大姐，你回去不用洗了，我帮你洗啊，两只都帮你洗，对不对？这叫泡泡清洁剂啊。